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吴美英嘅艺术人生。吴美英系香港粤剧演员，原名系潘桂梅，籍贯系番禺，出生喺香港。由1994年11月至到而家，佢系明之星剧团嘅合约花旦，曾经去过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澳洲、日本、中国、新加坡和澳门等地演出。他是2015年林家星寿宴里面四名花旦之一。他曾经参与大型的粤剧交流演出，譬如在第34届香港艺术节2006里面，他和盖明辉演过《龙凤争挂帅》和《俏潘安》。而2008年在纽约香港节就演出《牡丹亭惊梦》《帝女花》《紫钗记》和《蝶影红梨记》等等。又在第24届澳门国际音乐节2010年和盖明辉演出精华版粤剧《紫钗记》，同时亦都经常为东华三院和香港公益金这些慈善团体筹款演出。吴美英是出身于戏剧世家，她养父吴尚英是粤剧生角演员，而叔父就是吴汉英，是一个武生。她初期是师承许君汉师傅学习古典舞的，而且跟她在夜总会献艺，之后又跟爸爸学南派粤剧，唱功师傅是廖森，而北派的师傅呢就是许君汉。在60年代尾呢，吴美英就已经出道了。她在澳门的赌船，俗称贼船那里演粤剧，是做二帮花旦。3个月之后呢，就已经升去做正印花旦了。回到香港，他就在啟德遊樂場粵劇場那裡和阮兆輝、梁漢威等拍檔演出。而70年代中期呢，他就跟陳浩球球姐去走浮美加登台了。1975年他就自己組織這個大英華劇團，夥拍文千歲，他們的名劇《白龍關》是他和文千歲、梁醒波的開山劇目。而班正家、黄炎、林家星、任冰儿呢，在1978年4月28日呢，就提携他做郭先生剧团的正印花旦，演茶果岭的神功戏。在1979年就做嘉美剧团的正花，主会又指定梁醒波和他演鸭脷洲神功戏。之后还有多次和星哥共结台缘，香港的星乐、星迷俱乐部会行日林里面，林家星粤剧年表就有详细记录了。在70年代，吴美英就和梁汉威多次去新加坡演街戏，即是神功戏，亦都曾经在新加坡新世界百老汇台和牛车水人民剧场演出。而70年代至80年代，他和梁汉威合作得是最多的，在啟德遊樂場、新加坡、漢英粵劇團演過很多劇目。去到1981年1月1日至22日，他就跟隨這個林家星劇團去新加坡演出了25場。1993年9月17日呢，就跟隨眾新星劇團林家星藝術精选汇演，在美加演出了24场。在1980年至1993年这段时间，两度和林家星出埠演出。在2015年1月，林家星的82岁寿宴上面，林家星称吴美英是他的出埠花旦。从艺50年，由1994年11月加盟明之星劇團至到現在，梁美英和蓋明輝合作無間地拍檔了20多年，創了粵劇新旦合作的紀錄。
初出道的时候，吴美英是专攻刀马旦的，是以武打见称。出道冇几耐之后呢，就得到灵王新马师曾另眼相看，灵王反串演穆桂英，俾佢担任木瓜一角。同场演出的令到吴美英有机会看到佢穿大扣的台步，令唔到个中的窍门。扎脚流金顶斩四门是吴美英当年的耍家戏，至于佢的大扣戏，在粤剧曲艺月行1997年第42期曾经形容过，穿上大扣的吴美英身段轻盈，圆台妙美，背旗扎实稳重，好有气派。在2001年9月，明之星就外借吴美英给春晖剧团和阮兆辉演出《红绫考破无头案》《白蛇传》《扎脚流金顶斩四门》《白龙关》和《英雄掌上夜屠眉》等。他在这五出戏大显身价，因为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戏曲品味第12期有以下的评论。他的《红绫考破无头案》本来已经驰名，原来真的不愧为全行演这个剧的花旦之冠，不温不火，恰到好处。《白蛇传》里面刀马旦本色表露无遗，以他现时的年龄演来这么出色，可见内底的扎实。流金顶斩四门亦显露出他的一流踩桥功。在2002年11月22日至28日，明之星12周年在新光戏院演出的时候，凤国恩仇未了情一剧里面，蓋明輝是飾演郡主，而吴美英就反串文武生。文武生花旦身份互调，一身耳目。明之星剧团一向的演出都是以文抢戏为主，擅长武打戏的吴美英呢，初加入的时候呢，就很努力地去学怎样演绎文抢戏，尤其是苦情和凄凉的桥段。这23年里面他演出的剧目主要是《任伯戏宝》、《林家声名剧》和李居明的新编剧，譬如《蝶海情真》、《聊斋惊梦》、《俏孔明》、《双鱼追梦》、《英烈孔雀王》、《花海红楼》和《汉王天骄》等等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记得订阅，拜拜。